原生动能复活精粹是将安瓶内的复活露倒入深色瓶器，内含高纯度活性复合因子的原生动能复活精钻混合而成。将精钻的银色锡箔向下撕开，将金钻的瓶器取出，金钻就在白色粉盒中。打开原生动能复活露，将塑胶上盖由 up 处往上推开，向前拉，将塑胶上盖往前方向拉到底，带动铝盖沿着切割线分开，向右拉，将带动的铝盖往右方拉，即可卸下铝盖，并取下灰色瓶塞。将原生动能复活露倒入原生动能复活精钻瓶器中，原生动能复活精钻的瓶器压头往下扣住瓶身，按下压头，瓶器中的粉盒会自动打开，摇晃后混合均匀，即可使用。